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小六来到广西容县这边。嗯，这里呢是钓鱼竞技比赛的。今天小六呢也来学习一下，看看大神们是怎样钓鱼的。取经，中鱼了。今天这个钓鱼比赛呢，它是一共是四场。嗯，早上已经晒完两场了，现在是第三场。第四场呢，晒完以后呢，就全部统计结果出来。听说呢，第一名的话有800块的现金奖，第二名、第三名也有600块，第四到第六名的话也有，我忘了。人们呢在那边竞技时。人们在竞技池那边钓鱼，我到这边的黑坑这边来看一下。听说这个鱼塘里面的螺飞啊，非常的多，很泛滥的，随手一捞可能就捞到很多上来。试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么随便一捞，就捞到这么多上来了。那个小螺飞非常的小的也有，再捞一网，这样的繁殖速度真是太恐怖了。哇，看，太恐怖了，全部都是小螺飞啊。这个鱼塘的螺飞都泛滥的成灾了，看随手一捞，你看一下，哇，太多了。比赛呢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还有几分钟。哇，这里中大鱼，丝丝的香。哎呀，一般般，嗯，哇，这个钓的比较多。那我找门去了。好大哦，钓鱼的青蛙了。大鱼，大鱼那么大哦，你看呀，刚好两个。哇，哎呦，那么小的鱼，对，34斤多。好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行了，再见。你看一下，忘了关注小六啊，再见。老邓，见了没？